这救护车怎么还不到？哎，你们这里谁是医生？只要能救养老，要多大报酬我都给。养老，养老，养老！我看看，你是哪个医院的大夫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不是大夫，胡闹！不是大夫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想当网红，还是看我好骗钱？想骗点谁呀？ 现在跟人小冲明想疯了吧你？如果不尽快把淤血吸出来，性命难抵。胡扯！我们杨家就是开医馆的，这点小把戏，想骗我啊？直到这位是谁吗？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有10条命都赔不起！滚滚滚滚！张总你好，我是萧恒，代表苏氏集团来收上一年度的欠款。你就是那个死残呗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没见过。 不过苏小姐刚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你是来了，好事，让我好叫训叫训。看你以后敢不敢抢他的。姓肖，你现在自费双得，跪下叫爹，我饶你一条小命。谁叫谁爹？还不一定。住手！来，来人，动脑子，死路一条。来，死路，行，那你先带路吧。别，千金，你饶了这次吧。那欠款呢？还，3000万，马上还，不，5000万。刘俊林，没死的话爬起来，准备前去。 苏妍是我的女人，以后我再听到有谁敢觊觎她的美貌，那才是死路一条。我刚买的笔记本电脑，忙着您捎给干妈。这个是干儿子孝敬他的。奶奶，我这次过来呢，是来提亲的。 10天之后我们赵家将送上千万的彩礼啊！哦，哎呀，还是我家阿旭啊，有本事能嫁进你这数一数二的豪门。那个死丫头，我自己冷残疾了，到现在都没人要。奶奶，萧恒一会儿就能从北方贸易会所拿回欠款的。说你蠢，你还真蠢。你真觉得那个残废会回来娶你？ 我不是被张总打死，就是偷偷跑了。不会的，萧恒答应过我的。白痴，废物的话也信。北方贸易会所，这地儿我熟啊，里面的刘经理那是我哥们儿，要钱才不简单，我打个电话就好使。林强，你真厉害。赵少啊，辛苦你了。时间到，来人，马上把苏妍送去张总家里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太好了，钱呢？ 这是还款支票，现在人我可以带走了吧？来人！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小鹏，真有本事，竟当伪造支票骗人！赶紧报案，把他抓起来。死残废要能讨回债来，我赵东强最近裸奔啊！是真是假，你们查查不就知道。 天哪，竟然是真的！哎呀，得，没想到这刘经理啊，动作这么快，这还多打过来不少，我得好好感谢他。哎呦，赵少，辛苦你了，兄，赶紧给东强转500万的辛苦费。奶奶，您这就客气了，这都是哥们儿，几句话的事儿。是龙氏家，3000万本金，2000万利息，一共是5000万。 是我要的，听不明白吗？就是你，装逼也要有个限度。小航，敢不敢打电话看这钱到底是谁要的？行，要打一起打。没事，谢。喂，刘总，你找谁？ 我东强啊，咱们上次聚会这坐一桌啊，你看我东强，哎，不认识。刘总，这次感谢你，这个卖我这么大个面子啊！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我的面子你买得起吗？老子今天心情不好，别打扰我。
您先忙着啊。哎，到我了吧？刚刚那笔账，利息不满意？干爹，是我疏忽了，我马上让刘经理再给苏氏打1000万。那倒不必，您老千万别给我客气，回头给我干妈带个好哈。哎呦，这戏演的真的不错，找谁搭的戏啊？横店老戏骨啊，演技不错啊。我就说嘛，就凭他也能认识北方贸易会所的老板。哼。收到汇款1000万。为什么这样？孙子，你要干什么你？赵少，脱衣服吧。是你自己动手呢，还是我来帮忙？你小人得志。裸奔就裸奔，我赵东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。林燕，林燕跟我走吧。不行，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什么身份也想高攀我们苏家？想毁约是不是？苏源，你可想好了，这个残废有暴力倾向，天天挨家暴。不愿意。消息倒是挺灵通啊！听闻龙少大喜，属下特意准备了新房，还有一份地契，这些都是3年前您名下的产业。有老虎威替我掌管这些年的家业，这是属下的荣幸。还有，我已经将龙少养母送去龙运山疗养。萧恒，这里是你家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其实我是龙印族的少主。龙印山，龙印魂，群龙盘踞千层门。原来你知道。萧恒，如果这是你的真实身份，那抱歉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因为我是苏家的私生女，还双腿残疾，我不想攀权富贵，只想找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过平平淡淡的日子，所以请你说实话。爷爷，不闹了，这里其实是我打更的房子，主人他去外地了。刚才开车那人是谁啊？他叫虎威，是我以前一起打更的同事，现在他开网约车了。哦，在苏家的时候我没敢问，你和北方贸易会所的老板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老张啊。老张是我远房亲戚，我辈分比较大，他比较讲究礼数。原来这样。萧恒，其实你没有必要为了报恩娶我的，我会拖累你的。我的腿也不是因为救你才残疾，是后来慢慢不能动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其实你是中毒了。什么？但是没关系，10天，只要10天，我就能让你的腿恢复如初。真的？但是爷爷，我希望你能遵守约定，等你腿好了之后嫁给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嗯。这救护车怎么还不动？哎，你们这里谁是医生？只要能救养老，要多大报酬我都给。杨老，快来！你是哪个医院的大夫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不是大夫。胡闹！不是大夫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想当网红，还是看我好骗钱？想骗点谁呀？现在的人想出名，想疯了吧你？如果不尽快把淤血吸出来，性命难保。胡扯！我们杨家就是开医馆的。是点小把戏，想骗我啊？知道这位是谁吗？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有10条命都赔不起。滚！杨老，站住！害了人就想跑，没门！哎，
大家都给我作证啊！不是你让我滚的吗？少来这一套！我已经报了警了。杨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否则就算坐监狱，我也想办法弄死你！弄死你，你也要这个本事才行。松手，三个数。哎呦，孙磊，吓唬谁呢？三、二、不能无礼。杨老，刚才就是这孙子想害死你，住口！杨老，周小兄弟，敢问大名是？在下萧恒。原来是萧兄弟。杨老，你干嘛跟这孙子称兄道弟？他算个屁呀！住口！你才算个屁！现在急，你不许说半个字。是。哎呦！啊，萧兄弟，感谢你救了老朽一命，这块令牌。 务必收下，日后有用得着杨某的地方，我尽当效力。您客气，想不到他竟是三大家族中的杨家家主。告辞。蠢货，这位赌徒你也敢惹？要不是我，你小命早就没了。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 这小子居然出自龙毅一族，韩龙记，人上人，龙毅家族，人武先生。爷爷，你不愧是城中第一美人，太漂亮了。知道就好，以后你要疼我爱我，否则我就不要你了。嗯，那是当然。 哎，萧恒，你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怎么了？爸，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你的腿怎么会这样？看样子八成是这个女人搞的鬼。爷爷，你能走了。 真是太好了，想不到我出差几天竟有天大惊喜。爸，这是萧恒，是他治好了我的腿。爸，你好。小奴撞上死耗子爸。别瞎叫，我什么时候多出个贵人？爸，二叔，你不知道吧？你没在这几天，你的好女儿跟你招了好女婿。他谁呀？干什么的？萧恒左手天生残废。 听说家里还有个快咽气的老不死的养母，你们俩也算门当户对了。啊，胡闹！我家的白菜还能让出比狗呢？你给我滚出去！